各方面人士都有，政治家、公务员、杰出的这个社区领袖、学者、艺术家、法律律师、学生、社区的这个义工等等等等，归纳起来很难。我想的是我的办法归纳，不管你们来自哪个行业，是官员还是这个社区义工，都有几个共同特点。第一，就是在过去五年给我们很多的支持；第二，给我们很多的帮助，给我们很多的主力，给我们很多建议。所以今天这个场合，我确实是出自内心的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对大家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，谢谢大家。